天任务，寻找龙虾，找找看这个水域河川。哇塞，阿福哎！看起来环境相当不错，有鱼在翻电锅吗？人家的池塘啊，哦，草鱼呢？养那个，那是草鱼，私人鱼池，有鱼哦。好像是熬虾的壳哎。走在这个田间，享受一下这个自然。哇，这有牛哎！哎呀，好多牛，很牛。Hello。我这一条溪，这有个木船，下不去。这边很急啊，哦，油桐花开了，很漂亮。哇，超级漂亮。哇，死掉的，超大只。哎呦喂！没有抓到，这个地方应该会有。所以溪里头应该也有。哦，这一只大只，对对对对，抓到了哈！小龙虾超多的。走着，走，把它夹掉了。真广好吃。这一只死掉的，不明原因。台湾原生蜥蜴，它的那个另外几只脚也都有那个类似夹子的构造，超级凶狠的，难怪那么强势，真的是非常可怕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这边抓，或者是钓都可以，铲除一些，不然这边好山好水就这样子毁了。
这个底下应该有。那泥鳅嘞，还大阿福。这个虾子看起来怪怪，这啥小哟，淡水龙虾，小修，哦，这是新入种嘞。
嗨，我钓着嘿，歹势甲你搅了，搅了者，我钓早者。无要紧。啊，将来坐迄，后溪啊。我足钓。无啦，正无人来，迄个有条啥，会带囡仔来这里啊。哦，来这里哦。足大只了。嘿啊，迄红的。哦，伊迄只吼，顶摆有掠一只吼，哦，红红啊，咧敢龙虾咧。嘿啊。对啊。我讲这边啊，这条啊。这边应该无。较无加只尔吼。嘿，无啦，迄有无？迄你唔知有伫咧，咧去新基隆迄条路，迄路的吼。嘿。还有一个溪啊嘛有。哦，溪啊内底嘛有啊。还有迄款那个啥物，石斑哦。哦，石斑哦，嗯、珍珠石斑吗？哦，对对对，伊钓一个鱼啊吼，安尼遐头遐大尾啊，啊嘛只大尾啊，啊伊迄有无伊迄讲花纹足水个？哦，嘿，对对对，珍珠石斑。我许我卡米足侪只，嗯，许我卡米足侪只。我啊，钓好耍个尔，抓甲钓感觉无同啊。会爱食，袂，迄袂，迄袂惊，袂惊，袂惊人。哦，两只呢，后壁。嘿啊，迄花，遐无只。诶，原。今仔日只钓你着听，加只钓来做。是哦。伊这水够清气。对啊。哦，伊这较早水有人载当去食了。哦，这水即摆嘛算清气个啦。啊，伊较早佫较清气。是哦。啊，较早吼，啊，若寒天人吼会呛烟。吼吼。嘿，啊，即卖是互伊喂去吼，互喂落啊，有无？哦，跩有只污染，啊，人都较唔敢提当去食，唔敢载当去食。但是水嘛是，水的了但是水嘛算清气啦。清气啊，嗯嗯。伊个吼，互伊喂去有无？去家坐伫遐，啊，即卖有时啊有一丝啊污染啊，人都较唔敢来载。是吼、哦。伊个有无？啊，这井敢会出水？会啊，嘿啊，迄草啊、脚遐拢嘛遐出水个啊。遐会出水哦。嘿啊。哦。伊位迄面顶山顶来个。面顶个，面顶个遐怪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嘿。惊惊。惊惊。其实是还好啦吼。嘿啦，还好。啊，都是避开，这水沟啊，搁有石冰嘞。对啊。真赞呐。嗯。好，好，谢谢啊嘿。说实在的，没什么肉啊。
啊！凶哦！哎呦，这只刚脱壳。我手都是装大。
我也不住了，掉一下子。今天算是还不错了，有玩到 ，OK。下次有机会再来继续勘察吧，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